敬拜是一个护照，我觉得敬拜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至于是不是在台上要服侍，这个其实是要看他自己，自己的一个呼召。所以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来赞美他，可以来敬拜他。那在这样的一个服侍，真的是要看那个人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呼召。神给我们一个 gift， 就是我音乐。然后我甚至相信，当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不是用唱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继续在这一块要坚守我们的岗位，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创造音乐的人，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立位人，然后长期的驻守在神的面前，日日夜夜的来敬拜他。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然后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呼召，这是一个可以带来很大能力的呼召。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共同，那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背景是什么，很多时候语言没有办法沟通的，借着这些的音符调性，借着音乐呢，就可以把整个心跟心连在一起，然后甚至呢就会产生共鸣，甚至文化就开始有接触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不是用一个很教条式的方式把神的爱讲出来或带出来，我们希望能够用的是一个很友善的语言，那就是音乐。那当你讲一句话，可能人家听不懂，不了解那个什么意思。当你有一个副歌 chorus， 有一个 melody， 让人家听的是我喜欢这个 melody， 他就会去记得这个 melody 里面的歌词在讲什么。他就会开始唱一次两次之后，他心里面就会开始有一些的感动，有一些的涟漪。那我觉得音乐，用音乐来传福音，这是最棒的方式。Oh, shit.
Thank you.
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重。我觉得带领的部分，其实在敬拜主里身上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有些时候会众看会众的不同，那他们对敬拜的认知不同的时候，他们需要一点带领，需要一点鼓励。那真的是带到他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我觉得后来的一些的反应是很自然的。那但是这个带领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像一个牧人的动作，所以就是带着爱的，而是不是带着责备，或是带着说你非得做不可。所以这是一个很带着爱，然后带着鼓励的牵引了。那可是我觉得很难拿捏的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觉得圣灵的同在，神已经在那边了，神在对个人说话的时候，那时候需要放手。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敬拜主领知道在什么时候放手。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敬拜主领在个人敬拜的时候，他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知道很熟门熟路，知道说我敬拜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开始在享受神的同在，而不是强迫自己去跟神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在每一场聚会这个点都不太一样，那神在做行事。但是我觉得敬拜主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得到过那个地方，你才能够带别人去这个你觉得很跟神很亲密的地方。求凡有气息的都要来敬拜你。主的眼睛一直专注在你的身上，耶稣，你好柔美。主，我赞美你，主，我敬拜你。主，我说我的嘴要不住的赞美。谦卑的主。荣耀。
谁能像我的神？
直到永远。在你的里头，我展翅上腾，我的头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将我放在心上？肩负的责任呢，我觉得我们一旦不断的是去想要知道神你对这世代要说什么话，神你要，你既然你给我们一个出口，让我们能够接触每年大概10万以上的华人，那除我们不想只是在这个地方一再的重复旧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在乎我们每天早上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团员，就是主你都在讲话，然后他就是要对他的仆人说话，那这个仆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也许是用祷告的方式，也许用唱歌的方式，也许是写曲，也许是敬拜的方式，要把这个信息 release 给这个世代。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服事的一个范围，因为我相信不一定是我得到那个地方，而是当我祷告，当我歌唱，当我向神开始讲他的心意给他的时候，像他的心意告诉我，然后我在祷告出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然后当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到那个地方看到他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很多的敬畏。其实最主要就是华人要能够了解敬拜是什么，而且要能够在敬拜里面呢被神摸着，才会能够有这个敬拜的音乐属于华人的旋律出来。那但是如果没有被摸着的话，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流行性啊，或是比较不同的但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神摸着，被神改变，尤其在敬拜里面的话，那他们写出来的歌又会不一样。所以这其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你本身你要跟神很 close， 你的关系要很好，然后另外你的音乐造诣也要有一定的水准。那也难怪作品好的作品也会像一样的也是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的祷告就是当我们到各个地方带敬拜的时候，我们让人能够体会到说什么是在敬拜当中被神来摸着，什么是在敬拜当中神把他的心意告诉你传达给你。那当这样子人领受到的时候，甚至看到这样子的意象，看到敬拜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些的音乐者 musicians 开始 rise up， 然后开始写歌。
Thank you.
敬拜，在这里的祷告，主求你悦纳，如那馨香的晚祭达到你的宝座前。就在这时候，主求你将天敞开，将你的同在跟祝福倾倒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在我们的国家里，主都有满满你的祝福。谢谢主，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敬拜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将荣耀归给你。如果你已经在音乐这一块，你愿意奉献给神的时候，祝福大家真的是心无旁骛。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除了神以外值得我们歌唱。没有，就算这世界再引诱，就算这个世界可以把你抬得很高，也许你可能投身在其他的音乐领域，也许你会得到更多的钱财也好，权力，或是好像看起来是影响力，但是我觉得投资在永恒的里面是很重要的。反正我们在天上要永远的敬拜嘛，从现在开始嘛。然后我觉得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沦为一个 karaoke machine， 只是好像伴奏的，而是让你每一个音符带着分量，每个音符都能够将你身边的故事能够讲出来，然后每一个音符都能够触到神的心。也许你现在看不到任何的效果，或是你觉得你接触的人非常少，但是有一天我相信到天上的时候，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哇，原来那个音符居然有一个蝴蝶效应，这样弹下去，这样唱下去，这样敬拜下去的时候，神后面后续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可能今生不了解，那有一天在天上，神会告诉我们，神会显明给我们。其实呢，有些人会觉得宣教很重要，有些人觉得敬拜，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最终的目的，人被造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神。或许有些人觉得宣教很重要，但是宣教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敬拜。所以宣教要带出来的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因此敬拜是我们的 ultimate goal。 人被造就是为了敬拜神，荣耀神。我们敬拜他，因为不是因为说他需要我们敬拜他，乃是他是那一位荣耀的主，那是一位我们值得，我们配得，我们全心全意倾心吐意来敬拜他的。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敬拜是一个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所以当你连接敬拜跟祷告的时候，哇，那真是很 powerful。 所以敬拜是一个我们跟神的一个交流。最重要的在这样子的服事当中呢，就是要这个跟神的关系要很真诚。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跟神相处，而且要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当每一天这样子做的时候，就会发觉说我们做的事情不会很多都是做白工，而且我也要鼓励大家，不论做什么，就好像坐在耶稣的身上一样，这就是我们服事的动力。所以不管是大事或小事，甚至是拿一杯水卷一条线，就好像是我在为耶稣做的。那当我们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在服事的话，我觉得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成果如何，心里都会有一份说不出来的喜乐。生命化身前缘。